12月10号，网上曝光了一组杨幂最新拍摄的大片，照片里武力大幂幂一改往日小清新的打扮，眼部涂上了厚重的烟熏妆，魅惑尽显。看到端着红酒杯的冷酷模样，再被配上大红唇，这哪还是萌妹子小可爱，简直就是活脱脱的撩弟高手好吗？让捞仔都忍不住想大喊一声女王大人。百变女王杨幂更是冷峻仙气随意切换，前一秒还攻气十足的她，后一秒居然变成被囚禁于水下铁笼中的软妹，即使水中失身，女神范儿还是满到爆表。这冷艳邪魅又挣扎纠结的大片，更是击中粉丝宝宝的酥点，纷纷大赞我们还挺适合这种冷艳风格的，天哪，完全惊艳到我了，期待不一样的杨幂。芒果罗新闻，被杨幂美到的小编要去换屏保了，报道。